只是 MV， 是应该是第一次跟韩国的任何人合作。其实是因为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导演的作品，然后他也是听了歌就一口答应，然后他觉得这个主题非常的有趣，对他来讲也很有发挥空间吧，我在想，所以他就一口答应。导演的设定跟提案我都非常喜欢，因为他所呈现的画面其实是世间百态，然后但是是很超乎我的想象，又很符合这首歌在写的东西的。 Ready to action。 他的身上淡淡飘落着来自未来失败气味。 Like pop 算是最舒服的卡吗？其实没有多舒服耶，因为它还是空心的，要放一些食材在锅子里面，然后就可以一天这样有点玩得很开心，赶快把这些食材一个一个掏出来，很开心啊。你的鬼姐姐会撒一点盐巴，嗯，然后你就可以用一些好奇的表情啊，有趣的表情这样子。对对对，好看吗？你们喜欢我这个 pose 吗？참날에는어떤스타일인지제가몰라서조금걱정을했었거든요그리고이제그회사나다른분들이연기를되게못한다고그래가지고그것때문에되게걱정을했었는데막상해보니까연기의뉘앙스를되게잘파악을하는것같고연기를되게잘하셔가지고오히려좀계획하지않았던컷들도좀찍었거든요这里的情绪是就是对那些不想听你讲话的人，对，希望有那种类似像大喊，情绪是有点类似很疯狂的那种感觉。因为这갔다가공간을정말疯狂哎，空间넓게썼습니다。就是希望你可以最大限度的活动这个空间。그래서여러번찍어서점프컷으로보실거예요。공면은빵에，할수있다고。尽量尽可以。哈哈哈哈哈。刘烨，刘烨。공면은빵에。그래서막뭔가네둘셋컷오케이좋습니다刚刚那样子的表演非常非常好，而且我刚刚开始我放不开，되게재밌고유머러스한그런사람이라는생각이들었습니다네그거그냥보이죠Oh no! Let me out! We think you're very tasty. Oh really? Which part? My hair or my brain? 等一下开拍的时候啊，他可能开始丢一些食物什么之类的，你就一直闭着眼睛很害怕的表情。I have done. Ready, two, three, action!Hungry. This food smells so good. 这首歌呢，就是在讲这个世界混乱，自说自话，各说各话，然后没有人愿意跟别人有所连结的一个混乱的状况，然后大家好像就是拼命的想往上爬，在往上爬的过程中，总是得牺牲一些什么，但牺牲的有可能就是你自己心里自己的心。저희가在里面感觉怎么样？好像可以睡蛮好的，很平静。这样子就好。OK， 이렇게하겠습니다。This end 포즈。부인은最后的 ending。부인은안할게요。不要不要。OK。不要这样。OK OK， 마음대로해주세요。随便你。오케이자여기까지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네고생하셨습니다여기까지하겠습니다피니쉬피니쉬고생하셨습니다고생하셨습니다不知道吴妈妈看到会不会觉得很不吉利，但是希望刚刚那个过程是把所有的坏运都扫掉。导演应该有很多自己想要说的话在这个歌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身为创作者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其他的创作者、其他的艺术家可以跟你有在因为歌曲连结，然后他把他的想法放进来，不但是表达他自己也表达你，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这首歌在讲的很多东西我们是没办法沟通，但这首歌里面我们沟通的非常好。